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开始喽！我知道啊，我在看谁先讲话，你输了。耶！我们现在干嘛？去买中秋老客户抽奖活动的礼物。对，礼物，因为今年又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在店里面烤肉。Yes， 你没有在店里面烤过肉？还没啊。有啦。我没有哦，有啦，吃香肠那个啦，那个有啦。中秋节活动没有跟客人一起烤过肉，对，没办法，今年还是办抽奖，希望明年可以办烤肉。我觉得一年一次跟客人互动还蛮好玩的，是吧？是。他有参加过啊。是，我参加过。哎，手串我拿了多少钱？反正我们准备了差不多10万块，等一下就把它花光。老板有交代，没有花光不能回来，只能多花不能少花。所以大家就去看要买什么吧。你有想要买什么吗？我没想到，我想先来看。那边那么多家店，你要逛多久？我们不是慢慢逛吗？我以为我们慢慢逛哎、欸。慢慢逛，你要逛到什么时候？逛到我们吃晚餐好了，再拍一集。哇，你有想好要买什么吗？买个电视啊，平板啊。按摩椅啊，按摩椅，不知道，随便让你看。好，然后反正我们大家去看嘛。小吸尘器啊，他不是要买吸尘器？应该买吸尘器哦。对，我买吸尘器，按摩椅拿走。没有啊，看有没有那种提货券啊，看有没有宅配之类的。我们先去美丽华好不好？然后如果真的不知道买什么，再去 Costco。我们出发喽！出发吧，不要问那路在哪。你要不要自己跟观众讲？我刚才一开始讲说买 Apple Watch 啊，然后后来我说买两只就爆预算了。对，然后你又说什么？神送 watch， 你这不是爆预算，你回去会爆头。你敢买吗？还是我买一只去试试看？不要啦，感觉被剁掉。40万哎、欸，最便宜要25000哎、欸，两万二，49寸，好小、哦。不过对啦，55会比较好一点。哎、欸，55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49，哎，49买下去会被老板骂，老板一定是57掉的，你们太不了解他了。好，继续。那椅垫也不错啊，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像我们蛮需要的，你要不要坐看看？不行啊，这个太薄了，我那个肥肉会被挤出来。很舒服啊，他帮你的背扶着，哎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他这个就是帮你背扶着啊，好端庄哦。你们有想看吹风机吗？我家的是这个，我用这一台啊。你用那么便宜的吹风机？对啊，看你用什么？我家5000多块的。什么牌子啊？嘿，那时候没。你要不要跟我交换？我觉得他的头发不需要那么好吹风机。气炸锅，看一下。哦，而且。其实不贵，我觉得气炸锅可以。耶，开心，逛街。哎呦，有人心动哦，这你个人私欲吧？那不错哎，你要买啊？买个圆柱啊？你自己要的吗？对啊，才126块而已。哎，这个很好看哎，这很酷哎，电烤盘哎，这个很棒哎。而且中秋节要烤肉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这个可以耶，好，拿起来。无线烤盘是什么意思？无烟。哦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早餐机。这个好可爱哦。这个你收到会开心吗？我不会啦，因为我没在吃早餐。我也没有在吃早餐，可是我收到会开心。你家小锅子就刚好煎一颗蛋。哎、欸，这一颗蛋，一颗蛋刚好圆圆的耶，哦，好可爱哦。多少钱？2000块而已。这好像可以耶，买这个好不好？不好啊，这个才这样哎、欸，我也不会买、欸。看我找一个处女座的来就是这样，这一点浪漫都没有。欸、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这个无烟烤盘，去年你们是不是送了一个那个烤肉串？对啊，但超不实用的东西。欸、我好想知道到底抽到了有没有用？你有用，可不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？我们去年抽了一个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插的，然后这边转，超帅的好不好？你觉得要吗？紫外线灯，因为现在疫情。他们就是要自己注意使用，预留保留保留。如果电视跟吸尘器给你选，都差不多一样，2万多块。我
我的话，我会选吸尘器。吸尘器是比较实用，但是电视摆出来比较好看，所以我刚刚在思考的是这一点。是没错啦，但大家家里应该都有电视，但大家家里应该都有吸尘器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开箱第一炮，我买了一个戴森的吸尘器，然后送了一个收纳架。好，他现在去帮我们拿吸尘器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刚这边不能拍摄，所以就先这样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Prodom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刚刚买完头奖，这算头奖吧？对，是我们的头奖，戴森吸尘器 V12。那我们现在再来买一个气炸锅，这不知道是哪一个奖了，反正就先买了再说吧。要吗？你觉得先考虑一下。啊，先考虑一下。我们这两个白色。那就两个白色。嗯。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东西要拿，还是跟你讲吗？好，那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谢谢。紫外线灯，我现在要赶进度了。哎，还是你刚才蓝牙喇叭，不要买了，我买这个。好，哪一个？结账，结账。哎，他说他结账的时候会不会我是暴发户？人家都直接寄到家里，我们还要是硬要手拿。我已经想回家了。收到这我会开心，但是它好贵哦。我也会开心，但我不会，我不知道怎么煮它。不要再看这种贵的东西了。我们要买50个哎。哎，你觉得这可以买吗？我觉得这可以，毛巾也不错。这个真可爱吗？还好，不要问我。真可爱吧？那这可以拿来送人吗？可以拿来抽吗？这可以拿来抽啊！可是这一个1000块啊，那算了。我要买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就一个理由。芒果，你自己说。我觉得很丑。我觉得你适合更酷的东西。这很可爱啊。不要啦，你先想想三天，如果真的还想买，我可以来帮你买。快背啊，背看，你背看，你先背看看。很可爱啊。不行了，我就不行了。可以啦，为什么不用？先想三天吧。先想三天。因为我觉得这种很像那种赠品。你刚刚说几个？你刚刚说5个。加一个帽子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好，结账。哎，不要买了。看你还拿着，哎，把它放回去啊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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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才买了18样东西而已，去年78个奖项都是因为我们在那边乱抽一番赏。好，你先看。F 上，水壶，也是 F 上。你们两个衰人，随便你要超过你们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F 上 ，G 上 ，H 上，然后一吨水壶跟资料夹，所以今年可能会少一点，因为今年没有抽一半奖。对，我们现在还剩几个哦，好累哦。我们现在才抽满18个奖项而已，所以我们。想办法抽到30好不好？对，因为我们本来说要50，但我发现做不到。他就打电话跟老板说，老板钱太少了，10万不少，十万真的不少。啊，大台2590，小台1690，哇，好贵哦。买小台的。小台的2台，还有1台，2台。我们先逛。哦。记得这里有这个。啊，买了你就要送人家精油。没有。自己想办法。可以买扩香啊，可以买他们的扩香，这是什么？是真的哦、喔！哇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想买、欸。你买这个，你不让我买包包？怎样？等一下，我看，我想看一下这个，可以吗？一下下就好了。我就跟你讲，我跟你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嘞、欸。哦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那先我们看我们啊，慢慢的。
哇，电风扇那么贵。剩下多少钱？38000。38000，然后去好事多把它全部花掉了。终于买完了，从下午3点买到现在8:30了，拍一下，满满的一车。然后我们还有剩下10000块拿去买全年礼券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今天的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再见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F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